佢一路好想有个公主，但可惜佢冇女。即系决定去个小村庄入面嘅时候咧，就叫晒啲细路女出嚟，每人俾粒种子佢，同佢哋讲好。一个月后，边个种到最靓嘅花出嚟咧，就成为公主啦。哇！咁之后咧，一个月后，好多细路仔过嚟，就同佢讲啊，好靓嘅花，好靓，红色啊，白色啊，黄色啊，咩色都有。唯一一个细路仔嘅时候，就走埋去皇帝度讲：皇帝，皇帝，我种唔到任何嘅花出嚟啊！之后皇帝终于笑容露咗出嚟啦。点解？皇帝就话：其实我俾你哋所有嘅种子都煮熟晒嘅，你哋个个俾啲花俾我嘅时候，其实都喺度呃我。唯一一个诚实嘅女仔就系你同我讲，你种唔到任何嘅花出嚟，所以你从此就系我要嘅公主啦。故事睇出咩理念啊？我同女讲，即使做唔到，诚实去面对咧，都会有好嘅结果啊。